这样子偷拍的。哇，好险！我刚刚已经接了，我知道了。通常这种状况就是意志时境大惊喜，要吃什么？还是早餐大放送？那人先早餐吧，早餐。另外有一个特别的主题，然后待会再跟大家说。然后待会服装师、梳化妆师会帮你们做一些小改变。啊，改变完之后，我们在楼下集合。哎呦，秘密有很多秘密。来，梳化妆，动工了。特别上来讲了一个好像有什么事情，但又没讲清楚。细节人就不懂。快点弄哦。奇怪，来来来，我们到楼下等你们哦。好不舒服哦，这种感觉。A few moments later， 欢迎收看《饥饿游戏》。大家要有精神一点嘛！你这是干什么呢？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来录个影扫，我们就变成一家人嘞。我们都还好，你觉得我这样像不像鬼啊？惹我像吗？我们就一开场完之后，莫名其妙的就多了一个身份，然后也不知道是干什么。不是你，你要跟我们讲，我们为什么变这个样子啊？刚刚有说有个特别的主题啊，这个主题叫做是全家福快乐旅游特辑。快乐旅游，出去玩，妹妹，出去玩。我自己妈妈，我自己旅游，你要放好笑哦。你在开心什么？开格狼。你这就泰哥了，你是不是有塞给主谋钱？等一下，为什么你笑我泰哥？你一直想流眼泪的感觉，对吧？感动的就我们来干嘛？好，所以各位是两家人快乐出游，今天整集都是蓝家跟黄家家庭成员会进行大对抗，这也是两家人的 PK， 然后就不会再重新分队了。啊！整天都这样子哦，每个人都要用这个角色的身份进行游戏哦。好，游戏获胜的家庭，所有成员都一起冲击，增加趴数，一起的。整集所有关卡结束了，冲击趴数累积较多的家庭就是冠军。这是家庭赛啦，家庭赛团体的，是团体的。然后我们拿到这一份美食，我们要吃多少是我们自己的。就看你们这一家人谁需求量比较大。那整集的关卡结束了，冠军家庭不需要经过奖金挑战赛，就可以直接获得加菜金10000元。今天有加菜金10000元。等，一个人10000哦。一家人10000。对，好像你第一次来上这个节目啊。哎，我这样，我今天是师爷的角色而已。好，一个家庭10000块，一个家庭10000块。那上车出游了。好，去玩了。哎，觉得他们这一家人，好，我们去玩了。他们这一家人好像很精明。哎，哥哥，你好，再见，姐，妈妈。爸爸最疼的是我，爸爸，我从小都靠着爸爸睡，我要爸爸，我要爸爸。你看，哥哥进来，我们是健康和乐的家庭。对啊，你看隔壁这一户人家在干什么？你看，来，上车。欢迎蓝家与黄家两个家庭参加我们的那个全家福快乐旅游特辑。耶！出去玩。好，一路刷到高雄。高雄，我会在南下的国道上选定五个服务区来设置关卡。每个服务区的关卡是哪些成员要来 PK， 我们会用盲抽的方式来决定。所以抽到了就成员都要下车去。那一关 PK 输掉的成员里面，你要当场决定要哪一个人要被丢包在那个国道。被丢包那个成员要自己想办法搭车到下一个服务区跟家人会合。丢包！哇，这么硬哦！那也身上都没有钱，不能花自己的钱。难度可以重复丢包同一个人吗？哇，你们家感情很不好哦！你们家感情很不好，因为你们家感情很，大家都知道，姐姐跟你处得不好嘛。没有，只是10000而已。不是，他丢包是只能丢下去竞赛的，就看两个人输掉了，两个就决定一个要丢谁在丢。那丢包那个人之后再赶到下一个地方吗？丢包的人之
只要你在之后的关卡黄州 PK 人选之前你有赶回来车上会就可以继续加入战斗。有可能是有一个状况哦，就我们可能到高雄，可能某一个人还在，比如说，比如说你讲完了之后，我一看完，我想说，这哦，我好担心，我好担心他们家的姐姐。姐姐去了，我白天等的还好拦车，我到晚上大概就没有人敢拦车了。哎，你这单独去拦车应该会被打，好可怕哦，纸扎金刚芭比。大概知道了啦。那我们准备出发给大家打起。怎么听完觉得没有开心的感觉？放大出游的意思，不是好残酷哦。对啊，而且被丢包是非常惨的一件事。对啊，骨肉分离。对啊，骨肉分离。对啊，鸡汤哦。跟家人。你已经开始饿了，现在就想到鸡汤了。什么骨肉分离啦？那只是暂时的别离啦，没有到分离。对啊，骨肉分离听起来太可怜了。吓人啊！大家开心一点吧，打起精神吧。哦，那保持愉快的心情出游。我现在就是一直期待蓝妈妈被丢包。我也好期待蓝妈妈被丢包。妈妈，妈妈，妈妈，我刚发现一件事情。什么事？您说。就是我看到那旁边的妈妈，看我们家哥哥，你在干什么你啊？拎安叠家。琳琅叠加，你竟然看别的男人，你有没有搞错？你我不是花样水人的人，什么样？花样水，心虚，花样水一下，你好紧张，还是明星花露水，心虚，水性杨花。妈妈心虚了啦！我早就严重的怀疑她是不是我跟你生的，这两个还感觉是，那个就特别奇怪。妈妈不要担心，因为我们真的是一个很 family 的 family。哦。是。妈妈你不要急好不好？妈妈你别急。已经到了，一点点多。你话都会一次讲完。姐姐，有礼貌一点就完了吗？对啊，当然我要看着爸爸睡觉，你们来拍吧。早餐大放送。可以。王家可以全家获得20%。为什么？有秘密关卡？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你会解决法师太差吗？因为我比的是，只要家庭成员里面有人率先避免休息或睡觉，就输掉了。谁刚刚睡觉？没有睡觉啊！有人。哈哈哈哈哈哈！我闭眼睛休息。好炸！夫人废了。妈妈年纪大，你要体谅她了。你要体谅她。我就说，我们这严格的家庭，我们严格家庭教育就是好，有纪律，有纪律嘛。你看对方那个妈妈不知道干什么。刚刚我原本已经想要睡觉了，然后妹妹一直跟我聊天。啊，我不睡觉，我怎么长痘嘛？怎么这样嘛？妈妈，那我们都没吃到了。难怪刚妈妈，难怪刚一直叫我们要打起精神。你看这一盘好多，好不习惯。对，所以我们。吃饭哇，那不错哎，棒哎！第一次看到这么多点光，你知道吗？对啊，就觉得好像有什么鬼。不知道松蛋饼哎，直接夹了。哎，肉松蛋饼，肉松蛋饼，早餐最适合。来一人夹一个。好，蓝爸爸，你要跟我换妻？换妻，哎，真的不好意思呢。我是没想过这个问题啦。可以吗？谢谢，谢谢你们。但我看到你的老婆，我是不太有。谁比较饿就多吃一点没关系，我可以没有吃那么多，妈妈减肥。有肉松，还有海苔，还有海苔干啊，好好啊，好大口。老实说，第一次
第一次这样子分食物，我还真不知道怎么办。对啊，就是好像拿也不是，不拿也不是这样。那我们帮你吃。那哥哥是哥哥是完全不客气，他就拿两个。对啊，不要客气啊，这么饿。啊，姐姐啦，姐姐吨位比较大，姐姐这么大，姐姐是球队的，对，我是家里最强壮的，爸爸你管一下妈妈啦，我们现在已经输20%了，才刚出门我们就输了，没有管我，爸爸你跟，你不要逼我，好不好？到了，现在进行游戏 PK， 获胜的家庭可以分食花生麻糬。刚好小点心，我们有吃，对对对，小点心刚好。有吃到的话是整家人增加15%。现在要各自抽出两位家庭成员进行明信片盖邮戳。率先完成40张的家庭获胜，这算简单吗？所以就是比快喽，比快。不要搓，不要搓。妈妈，皇家第一位。妈妈，爸爸。爸爸加油！我来盖，我来盖。爸爸加油！第二位皇家的成员。妹妹，妹妹，妹妹。哦。爸爸跟妹妹。爸爸妹妹，爸爸妹妹。蓝家，蓝家，蓝家，第一位。妈妈，妈妈，爸爸妈妈要合作了，我好想看，看妈妈被丢包哦。那我们就先下啦，皇家加油！所以纯粹比快吗？对，比快啊，但是要盖清楚哦。然后盖，但你是印尼盖一个啊，不能连续盖，好。但是盖好之后要丢出来，我们要当场马上检查。了解，好嘞，开始。妈妈很担心，我们觉得妈妈太慢了，我妈妈很慢的，对啊，她已经老了，你听她比较大嘛，因为刚刚第一场她就闭眼睛睡觉了，嗯，她怎么可能有力气盖章啊？你有没有发现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对，他们家爸爸不在，对，皇家的妈妈就坐靠近我们了耶，哦，真的，真的，妈妈。不是，妈妈你说漂亮，妈妈是算算漂亮，是因为制作人叫比较好拍哦。对，这样奇怪，我看你比较哥哥，我一直不知道为什么想要叫爸爸耶。想法开始改变，对对对。哎呀，我愿意接受我的继母了。可以啊，可以啊。OK 吧 ，OK 吧，哎，这个游戏完全没办法 talking 呢。皇家获胜，皇家获胜啊！那再来就很明显了，马上决定一个，谁要被丢包在这里？这样好了，你觉得你想在这边，还是你想上去车上？我想上去车上。哎，大家都没有考虑。你们这一家一看就是妈妈在做主。你保重。我先走了。好，好了，好了，来，好了，咱们，哎，加油啊，加油！好了，好了，你保重啊，保重，保重。好了，拜拜，拜拜，下回见。拜拜，拜拜。OK 啊，大家都走了。虎口服务区见哦。好。妈妈，我头发白了啦！抽到
对，如果没意外的话，刚刚好像是最后还是他在盖，对不对？其实是我动作比较慢。哦，啊，你也知道我啊，那你怎么好意思丢包你老婆嘞？他用诚挚眼神看着我说：“你自己选。”我就说：“那你就我就上车了。”也是啊，对极了。但是没关系啦，爸爸，我跟你报告，在刚刚你们去玩游戏的时候啊，我们家多了个媳妇儿哦。你们家多一个媳妇，那就代表着你们的有儿子。他们的爸爸找了他的头上面乌云罩顶哎，是你上面有乌云吗？是乌云吗？还是绿色的乌云哎？这么多年，我一直觉得叫你爸爸叫得很心虚，很心虚。我就怀疑你是不是有那个血统。终于可以叫你黄北北。你下去的时候，我往后看，就不自觉叫了对方的哥哥，叫他爸爸。那就刚好一人一个啊，因为我跟你讲，我如果不讲，爸爸如果不讲一人一个嘛，哥哥会全部吃掉。他刚默默吃好像。哥哥饿吗？刚你们下去玩的时候，他还讲说，哇，今天会不会都一直没有抽到哥哥，然后哥哥就在车上睡觉，然后又吃这样子。这很难说真的很有可能有某一个人什么都没被抽到。对啊。啊，我好担心我的妈妈哦。对啊。因为我怕那妈妈，对不对？不知道是搭了哪一台车之后，我又出来了一个弟弟妹妹。大哥，秀萌姐哈，你有没有要往台中走？啊，你没有，那没办法。谁让你弄起啊呢？我给你来吹，好，我吹一点。不好意思，请问一下哦，我们是饥饿游戏的。那我现在我叫白宇，我现在被丢包在这边。那我想请问你，你是往南下的车吗？好，那你就开车小心一点吧。谢谢你，谢谢。谢谢你，谢谢你。我也蛮高兴的，但是你没有开车。大哥，你在等人吗？我开车是等我。我跟你讲哦，你待会要不要往南下？会啊。会哦。啊，你是在等人吗？还是你在休息而已？在休息而已。啊，你就干脆你往南下，我们要去那个虎口休息站啊。对。你可以顺道把我丢到那边。走了，你看这个帅哥怎么称呼你？我叫阿红。阿红啊，阿红啊，这车子哈，开很快，你开慢一点哦，我怕快啊。谢谢。好了，我们后面应该胜率比较高，因为我们现在已经输了两个游戏了。对啊，对不对？第一个眨眼睛的，都没有。希望大家姐姐可以去。好，待会姐姐如果可以的话。OK， 姐姐跟哥哥，哥哥这边也可以帮忙加油，然后哥哥帮忙加油，你负责去勾引对方妈妈，好不好？让他就是你知道，整个人就是心花怒放，然后这个就会很开心，讲很大声，都叫，就是好没有轮抢这两家人，对啊 ，OK， 好，我们蓝家加油，加油，谢谢的阿红哦，对啊，爸爸。爸爸，上车了啦！对呀。妈妈，你的车怎么那么大？你上什么车了？你开车吗，妈妈？上那个刚才那个小帅哥的车啊！他说啊，他一定要载我啊！啊！妈妈，我要一个弟弟哦！啊！不行啦，车上太小了。而且你看哦，他这个车上有安全座椅，有没有？哈哈哈哈哈！好了，那你小心开车哦，慢慢来。哦，好了，那我不跟你们，我不跟你们讲话了，我陪他聊天，我怕他睡着，嘿哈。哦，好，小心开车。妈妈快回来。
快哦，林口快哦。而且，你赶快讲解，赶快讲，因为我的爸爸快到了，好吧，我妈妈快来了，快点。一个游戏嘛，获胜的家庭可以分食竹签饼。竹签饼，新食材，然后吃到可以增加15%那个竹签饼。好，那这一关要玩什么？要玩穿蛙鞋跳绳。好难哦，这超难，这太硬了吧！会抽出2个成员，然后一个人是30秒，然后累积起来看谁次数多。好，哦哟，那是谁很重要喽？要有哥哥跟姐姐。女孩不好当，只有人府最能体会。高跟鞋跳绳，一个人有30秒。1、2、3。啊！不算了，不行，这不算了。哥哥跟姐姐。哥哥姐姐，年轻有为的青年哈，高跟鞋跳绳可以吗？我可以。一个人有30秒，30秒，然后一个跳，嗯，所以等一下猜拳看谁先攻，哦，穿插，好，来，好，来，剪刀石头布，石头布，我们要后，然后好，哎呀，刚才那个帅哥一直觊觎我的美色，对，我担心了，你担心？怎么了？你的颜面神经抽搐啊？不是，你来了，我们好开心哦！对，因为你刚刚还好，你没有赶上啊。因为如果你来，有可能你是在这边要跳绳，真的。哦，这个是可能对妈妈来讲是比较高难度一点呐，对的啦。所以是我跟哥哥来，对，刚好抽到我们两个。哦，这样，那我要干嘛？我们来比。我找爸爸。爸爸嘞？我来车上。车上。对。老婆，你先哦。哎，我先啊。妈妈，拜拜。拜拜。姐姐加油，听噪音。好。1、2、3、4，哇塞！10、9、8、7、6、5、4、3、2、1，接到。他的衣服掉了，我裙子掉下来不行啊！没办法，真假的，那是你的装扮啊。蓝姐姐是44下哦，44下，刚刚44下，对啊，都是，好厉害 ，OK， 还 OK， 还 OK， 还 OK。你们妈妈回来了，妈妈，没有，哎呀，妈妈，哎呦喂，妈妈想死你们了，哎呦。刚才啊，跟你讲，我妈妈真的，其他人待会如果丢包在这个地方哦，你看你们家的妹妹啊，是妹妹，长这样的话，人家不好意思在。所以要丢包要丢你的意思？不行啊，就是要丢你们这种的才会怪啊。对啊，因为后来有几个司机被我吓到，对啊，害他可能待会会把那个车子开去挤开。来，哥哥，来，可以了，预备。开始，他也很快哎，他没有裤子掉下来了，他没有裤子，你要跳去哪里？跳去哪里？很多哎，啊，完了，卡住了，慢慢来，不简单，
他蛮厉害的哦。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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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45，42，好，终于下位，耶！很厉害，所以是马哇，情侣的对决，哇，你们的对决，来，蓝哥哥，预备，哦，不错不错，哦，蓝哥哥体力很好，蓝哥哥，我们家哥哥刚参加完健身比赛。哎，欸，他我看你壮了，我们家就可以二回旋哎。我家哥哥啊，在家里的时候都没有穿上衣这样跳哎，不信，也都短一短一短耶。哦，他都没有失误，都没有失误，我们家哥哥好强。3、2、1，哦，没失误，没失误。哇，几下？几下？几下？53。可以，我妈妈很厉害，为母则强，知道吗？好，妈妈有30秒的时间。52下是平手，53下就是胜。预备。有。换了，手卡到，刷卡到。又要卡到了，因为他脚会没力，他没力了。很棒，有没有？妈妈的头发会卡到，妈妈的头发。哎，看来我们哥哥跟妈妈是凶多吉少。啊！绕赛，绕赛，爸爸，不用想了，妈妈走了，妈妈走了，妈妈去搭便车啦，搭便车，她还会回来。吓一跳，妈妈，为什么让妈妈？把妈妈丢包，为什么不是你？不是，我本来也要说那我去，可我妈妈一直说她要去，我也不好意思多说什么。我要说，妈妈人生已经满足了，因为她已经拿到备案。对，他说他要把他的钥匙给他妈妈，就心花怒放。所以你们他们刚刚比赛前，他们是用色诱的方式。妈妈，快色诱！妈妈还蛮厉害的。如果你挂的话，你没有挂，我送你我们家哥哥他穿过的内衣。有加速哎！他穿过的内衣。有加速哎！有加速哎！妈妈说话。妈妈，哇塞！你說他就说，因为他很喘，他说看他跳几下，赶快看他几秒了，要看他跳几下。好厉害，厉害！43下，43下，蓝家人获胜。耶！好爽啊！那请决定要丢包谁？妈妈丢。哦，妈妈丢。真的假的？负责任。妈妈就是。小朋友要健康起来。哇，这妈妈好伟大哦！不是你这么坚持，我也不好意思说什么耶。需不需要我们家哥哥陪你呢？需要吗？可以吗？不需要。不需要。好了。好，那好吗？那泰安服务区见哦。好。泰安吗？泰安。泰安也是我的地盘。那，我们要快一点，他们才会赶不上。好，快点上车。所以是输在妈妈。是输在妈妈。那没办法，因为两个男，他们对，哎，对，啊，抱歉，我证明给你看。你看到没有人把窗帘拉起来？哎，爸爸，哥哥，妹妹，太无情了吧！太无情了吧！我要赶快骂他们。爸爸怎么这样子？好，我一边先来找了，太过分，我一边找一边骂。哎，怎么打给爸爸？不好意思，你们来这边玩吗？啊，你们是坐游览车吗？你从 Bangkok 啊，泰国，泰国啊，สวัสดีค่ะ，水晶晶 ，Thank you so much， have a nice day，Thank you，Yes，Thank you so much， 好，错赛了。Thank you so much. 不要急。完了，为什么抱怨过去全部都外国人？有谁可以帮帮我？终于可以吃。
成另外一种族群，比这好大哦。哇！他们是五个人分，看起来就是跳的两个人吃就好了。哦，这很扎实哎。哇！好大块哦。好，我知道。哎，这比我们刚刚的十五趴还扎实。哎，这个饼是咸的，没错，是咸的。哎，好吃好吃，而且很香。嗯，然后外面有那个麦芽糖。所以姜丁啊，姜丁。哥哥吃蛮多的呢。欸，不好意思，可不可以给我姜丁矿泉水？我讲过像红姜丁。是的，是的。哎，我怎么老觉得你们家妈妈的所有说话方式都像男生啊？就认识你太久了啦，才这样啦。我妈妈有很多男生。你不要看到，我爸爸以前想打我。假的，妈妈，当时你怎么没有打？不是，我跟你讲，那一晚我喝多了。喝多了，我妈妈通常不会放过。我现在好，我现在改变方略，我现在要找准备要上车的人，还是我可以问游览车司机？好，我问一下问讲。这个女生，不好意思。我想，我们是饥饿游戏。好，你好，你好，你好。我被丢包了，然后对，要去，你要问我去哪里吗？不会吧？你们下一站会经过泰安休息站吗？因为我们刚刚这边才刚放，所以不要直接到我们的目的地。直接到目的地，好，没关系。那我可是，对啊，你要到一定要就是泰安休息站。对，因为我们下一关的关卡很好，加油，你没关系，谢谢你，谢谢，拜拜，谢谢。哎，家人都已经出发，齐慧还迟迟找到救命稻草。在他前往泰安休息站，究竟他会不会一路都追不上家人，一路被丢包到最后终点站呢？动作默契考验，装可爱。哇，好不一样啊！超难的。我竟然跟妈妈一样，天哪！天哪！我就说我是你生的吗？经过泰安休息站吗？因为我们刚刚这边才刚放，所以可能要直接到我们的目的地。直接到目的地，好，没关系，那我就继续努力问。对啊，你要到一定要就是泰安休息站。对，因为我们下一关的关卡很好，加油，你没关系，谢谢你，谢谢，拜拜，谢谢。我的天哪，一波三折，大哥。你好，我们是饥饿游戏录影。我想请问一下您，接下来会去哪里呢？埔里啊，你会经过那个泰安休息站吗？会啊。会啊，我想要跟你不请自求问一下，不知道你有方便？在啊。哈？导游你啊 ，OK 啦。导游，导游，导游 ，OK 吗？哎、欸，这样我跟我们工作人员，谢谢你，导游，谢谢你们的。我掉了，不要出发了。Hello, everybody. 你好。We have a Taiwan TV show. Yes. And welcome to Taiwan. Yes, and my English is very bad, so no, I just say please. Thank you so much. And we sit cheer and together. Oh, okay. Thank you so much. Thank you so much. 妈妈打来了。妈妈，你搭到车了没？我现在坐到了一台国 international 的 car。International 的 car 什么意思？跟你介绍 ，My friend， 妈妈。Hello， 哇 ，Nice to meet you。是新爸爸吗？他很熟耶。我妈妈真的很喜欢外国人，他超爱外国人的，他叫左右逢源耶。他当初他会跟我在一起，就一直误以为我是外国人。哈哈哈哈哈！你像印尼的，像印尼。爸爸，嗨，希望等等见了。喂，天马冰山，下次见，喂。抽签来不及，但我们走之前到，你还可以上大巴一起出发。可是如果大巴出发了，就没办法了，你要再自己再想办法去。好，我知道。那你帮我照顾好那个瑞丹妮哦。你有事吗你？你叫你的先生照顾别的男人，而且还小这么多，还是我朋友的儿子。你看师爷这脸多气啊！看那里多气。好，拜拜，先这样子喽。
泰安到了，他服务区获胜的可以合吃一个便当。哇！哇，便当哎！休息站有名的便当，这个便当很多哎。哎，妈妈还没回来啊！妈妈还没回来，等下会抽出三位家庭成员，三位，然后同时进行动作默契考验，率先动作相同的家庭就获胜。好好，来，先抽哪一家？皇家，哇，皇家听起来很有钱。爸爸要玩，哥哥一定有啦，那边做春秋大梦。姐姐，姐姐没下车，姐姐都没有下车哎，姐姐还想说冲到哥哥，开心的屁啊！你有没有家庭荣誉感？我在等妈妈啦，我等一下会跟妈妈视讯，看看妈妈状况。因为妈妈只有你的赖，对，我对我会关心妈妈啦，你们放心。蓝家的三位，蓝家，我们家。我觉得妈妈又要走。妈妈，你怎么那么多感觉？妈妈，我们就很难赢啊！哦。妹妹，爸爸，姐姐，姐姐，姐姐不错。All right, everybody. Now we are crossing to the Taishan Service Station, and we also say bye bye to the two. We're hugging hardworking staff from the TV program. Say bye bye. Bye bye. 再见，拜拜。Very very pressure. Everyone help. See you, everybody, and next time. Well, we'll be rooting for you. Okay. We'll say go yellow. Thank you so much. Thank you. You get to eat, right?Yes, okay. Yes, yes, I can. 大哥，谢谢你的帮忙，谢谢。Thank you so much. Thank you so much. Bye bye. OK, 我们应该有赶上，对不对？那他们现在在哪边啊？你们家妈妈的参赛率很高呢，哈！哎，我们是家里的三个女生，三个女生都出场了。啊，我要接那我们家姐姐哦，出登场。啊，对对对，好，姐姐，对对对。那所以这个是默契。对，等下会念题目之后会喊个一二三，就要比动作了。好，好。第一题，装可爱，一二三。好不一样了啊！哇，我竟然跟对面姐姐一样。啊，这超难的。我竟然跟妈妈一样，可以考。不就说我是你生的吗？你们两个，我早就怀疑了。我跟妈妈那怎么可能会生出一个这么强壮的女儿？我自己都觉得搞不清楚。好像有年龄的分别。对，你看，壮仔的人就特别合适。再来哦，可能玩到天黑哦。健美先生，一二三，哦，三。皇家获得，皇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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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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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刚刚有一度想，我刚刚有一度想说我要两手还是这样子，后来想说算了，应该这样子比较简单。对对对对对。哎呀，啊，好了，我们获胜了。哎呦，妈妈回来了。对啊，全部都玩了。全部都玩。对啊，但你赶到了，我们刚玩完，而且你不用担心，我们等一下可以一起吃便当。那蓝家的三位比赛的，要选一个人丢包。丢包。就这样子啊，我们又输了。我看，他突然变好安静。哎，又看着你们，不知道你们会不会说我？他一度觉得他又要再被丢包的脸。这样啦，身为这个家的大姐，爸爸妈妈都很辛苦。对，是。他们努力赚钱，然后妈妈刚刚呢也已经被丢包过一次了。对。我大姐来好了啦。大姐。你真的要去吗？大姐，没关系，来吧。我 OK 了，我 OK 了。加油。你来吧。姐姐啦，决定了，决定了，姐姐，西罗服务区见哦。喂，等等等等等，有一点远。泰安的下一个是清水，啊，没有没有，那是二高，那是二高，这是一高，所以是西罗。西罗很远呢。没有没有，你就在那边踢足球了。西罗。哎，两位帅哥 ，Hello， 你们。要出游吗？还是我们准备回家？你们准备回家？你家住哪里？嘉义。嘉义，所以你会经过西罗吗？应该会。
那我可以搭你们的便车到西螺吗？在西螺休息站放我。啊，你们已经坐满了、哦。好吧，没关系，谢谢。他们没有，他们已经满了啦。先生你好，你好，我们在录那个饥饿游戏，是，然后我需要有人载我到西螺。西螺？对。哦，太远了，不好意思。你没有过那边？没有没有，不好意思。好，谢谢你，谢谢。西螺很远呢，要命。西螺这太远了啦。Hello， 你要去上厕所吗？对啊。哦，你要去哪里？我吗？嗯。今天要到高雄。你要到高雄？对。那我可以方便搭你的车到西螺吗？可以啊。可以。那你可以上厕所快一点吗？我在赶时间，快点看。他现在就直接走也可以。不行、啊，你要尿尿，你要尿尿，你急你急，你钥匙给我嘛。啊不不不，开玩笑开玩笑。啊好，找到了找到了，而且他车很大，他车很大。OK， 很好很好很好。是什么便当？好香哦。哦。哦，真的哦。哎、欸。突然间看到整个便当，有点感动哎。哎、欸，全家人吃一个便当是一个多温馨、多感人的一件事。哎、欸，拿到先吃吧，拿到先吃。啊，先吃，先吃，先吃。哦 ，Oh my God！ 还会摆盘呢，摆盘的，还有配色。宝宝来一点菜，还有洋葱。好，哦哦哦、好可以，可以了，谢谢，谢谢。哎、欸，有没有看到我们这一家人是多么的、多么的有礼貌？让。即便是妈妈要一直分个小份，那没关系，我们这样。对啊，吃肉的。那我就不客气了。看人家吃饭很难受哈。而且这个哦，哎，不是，你可以吃一个便当很开心，但是吃两口就要没了。对啊。两个便当吃五趴打差别。有人吃就好，但至少我们现在遥遥领先。对啊，哎，这个是几趴？在家15%。15%。我们在家15%。拉开了35%。那我们差不多没机会了。他们一定要后面全赢才有机会跟我们追得上。那你们家姐姐就不用担心了啦。看她那个样子哦，她在外面。嗯。从这边哦，你一个人开车到高雄哎，蛮长。很哦，蛮长的。没关系。你高雄人吗？不是，台北人。哎，我们最后的点也是在高雄哎。那不如你直接载我到高雄。可以啊。如果你们不赶时间。我们到高雄好像会比较快一点哦，中间会再加一间一个朋友上。啊，那我们先去吃个鸡肉饭好了。好，那我们就等到西螺喽，看我们会不会超越他们。哎呦，这台好像是哎，工作人员八，这是工作人员八。那我们的应该就在前面了。哎呦，我们超过工作人员了，那我可以先，好，那我应该快，我们他们快到哦。漂亮，超过了哈。那我就可以赶得上下一轮的游戏了，嘿嘿。嘿嘿，我真的比他们早。已经那个，我比较早到。感谢你。不会。好，拜拜拜拜，祝你一切顺利。好，拜拜。好，小心开好，拜拜，谢谢，拜拜，拜拜。哎，所以我是不是先到？我就说我一定先到马波郎啊！妈妈，我先到，你看我帮你们先偷拍，我看到工作人员这边。而且我跟你讲，这一关啊，这一关跟那个字典有关系，因为我看到他们塞了好多字，也塞了两本字典。哎，这一关的游戏被意外找到的姐姐发现了，究竟这关到底要玩啥？姐姐提早剧透会不会对兰家有帮助呢？抱妹妹绕地面展区三圈，我好喜欢这个任务。妹妹，哦，三圈哦。三圈还要继续多下来哦。啊啊！我已经刚上了，已经。有点累了，我要顾及你的面子，我也不能够表现很重的感觉。我觉得今天这个旅行团，我好累哦，怎么全部都是我在累啊？今天是整人游戏吗？妈妈，我先到，你看我帮你们先偷拍，我看到工作人员这边，你们还没到哪里？你们还没到对不对？妈妈，你到了，姐姐。好。
快，好快！你真的刷到好车了吗？对啊，而且我跟你讲，这一关啊，这一关跟那个字典有关系，因为我看到他们塞了好多字，也塞了两本字典。快点！你要上还是要上啊？你们在哪？我们车子刚进来，他说进来收费的。好好好，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来了，快！哦，我到了，到了！嗨，耶！好厉害哦！我赶上了，但是你赶上了哦。哎，你赶上了，可以玩这游戏。哎，对对对，对啊。输了，如果又抽到你，你又输了，不会，我跟你讲，待会游戏一定跟字典有关系。西罗服务区的游戏 PK， 获胜的家庭可以一起吃鸡腿卷。鸡腿卷。哦。然后一起增加15%，一起吃鸡腿卷，还有各自盲抽一位家庭成员，同时进行翻字典支援前线，翻开来是什么名词，有把握就去接，率先把东西拿回来的过程。然后更硬的是，要背另外一个家庭的一位成员背着去找东西，背一个。那一定是这么硬哦，对方派给他背，对方派。哇，你们要背妈妈就是。上一下比赛的人是抽的。对。我觉得这一个人好好关键，好重要，但是又好倒霉哦。哥哥。那你待会一定要背我们家妈妈的。哎呀。姐姐，你好忙哦！姐姐，哥哥，姐姐，你很忙。哇，那你要他是有点辛苦。所以我们现在两边要指派，指派要帮我们飞的。哎，我跟你讲哦，先让你们蓝家给我们哥哥派一个人飞，就看你们诚意了。我们来决定我们的结果。那一定要公平就对了嘛。对啊，公平就要派一样差不多 level 的。都差不多 level 啊。我们给爸爸给他飞好。我啦，他看他们诚意到哪。如果照身高，那就是我啦。我不要这样，不要玩这样哦。你们要派姐姐，你们派妈妈喽。派姐姐不行，你们派姐姐，我们就派妈妈。配不透，可以啦。啊，他都说可以。可以了，背背看嘛。好了，那我就你们就妈妈，我们就姐姐。好，好，背背的蓝妈还有黄姐已经先去。卖场就位了，对不对？就位了，好，其实我现在有点慌。那字典的部分呢？等下翻到字典，确定要这个词了，就冲过去。然后买的时候要背着它，只要一出卖场就可以放下来，就赶快冲回来了。OK， 谁先回来？这里是总部的意思。那可以。你要重翻的话，要让敌对一个人打你的额头。额头？好，都就位喽，来哦，一二，开始。啊！怎么会都是这种字啊？没有，弹我！啊！没有！除草剂有没有？除草剂怎么会在这里放？卖场里，卖场里没有，是不是？没有，快弹！快弹！喇叭！喇叭回报！不要喇叭！喇叭不会有，弹！虚有没有？丝绸、丝瓜、丝瓜有啊，是不是有？没有了。其他人不多嘴，照相机、法师，我可以去借个法师。照相机有没有？法师，卖场可能有。我去借照相机。快！加油！你什么啦？我法师，照相机是哪里呀？卖场里面。哎，哥哥也来了。一定要卖场吗？卖场要进去里面。来，卖场。哎，同学有没有照相机？要进卖场，进卖场。哦，你要上楼梯哦。哇塞，哎，你好猛哎。哎，王府你健身有差哦。哎，你好猛哎。哎，王府你健身。哇，为什么有楼梯呀？不好意思，有没有人有照相机？我们在录影，有没有人有照相机？
要记记我好吗？只有手机没有照相机。只有手机没有照相机。你不要看啊！白日哥，你看一看，我很瘦的腰，看，我的尾椎那边，我试着站起来。有人有照相机吗？这个时代应该大家有手机，不会有照相机，相信。小姐，我可以跟你要一根头发吗？你拔一根给我就好了，谢谢。哎，掉了，掉了，在哪里？你好好的给我。好，这个。好，谢谢。你就头发啊？对，给我看一下。发丝，哎，发丝，好，出来了，放下来，走，哎，走来。哎，小姐，他就这样子啊？我都还来不及干扰他，他走了。相机吧，容易游客借。相机游客借得到。但是其实拔头发真的是最快的，发丝是一种形容，你知道吗？来了，哎呀，你看，就说嘛，对呀，两棒，你看我们家哥哥好可怜，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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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加油，你要加油，对，好，快，你留下，下，啊，怎么样？我觉得照相机这样真的有点太难了，而且相机不知道可不可以过，我要回去。你说手机呢是肯定不能过了，但是你要找数位相机。你不要再浪费我时间，我要回去重找。好，快回去啊！我回去重找，祝你一路平安。好，谢谢你。好，回来了。不是你过关了吗？回来了。哎，我想问一下，手机的照相功能算照相机吗？算，不算？那是手机啊。你是要照相？那我要找，我要等你。你到现在，那赢了啦。对，我在找啊。你赢了！我没有，我在找。你找什么？我在找我刚刚搬的那个在哪里。他搬到法师。我才背进去卖场，然后想要瞧一下，我抖一下之后，我的腰就咔，在我的桌。你要暖身啊！你知道你要背蓝妈妈，你还不暖身？我们要回来了，还来这边决定。就你要背丢包啊？我就是他一个人。只有他一个人，就你啊？哦，不是我，那姐姐不算我的 partner。但是派给对方背的哦，所以他们就不用派了嘛，就是只有子瑜要被丢包了。鸡腿卷，好，我现在要开始自己找车了，请问一下我们要去哪里？新营休息站。新营休息站，对，台南哦。对，哇，那应该很近吧？对吧？这超远的啦。我是郑子瑜，我知道。小，你真的吗？太谢谢你了！哎，对，沈万清呐、啊！哎，我在录饥饿游戏啦！哎，我输了，你是有开车吗？你方便载我们两个到新营休息站吗？你要到新营啊？对，方便吗？你的位置有两个吗？两个。好。哎，不错嘞，大哥，你真的是人很好。姐姐你好，我是曾子瑜啦。啊，因为我录这个饥饿游戏输了啦。啊，他们要我自己搭车去心理休息站，方便吗？塞不了吗？哦，塞不了就没关系啦。真的。后面不行啊，会被抓啦，被塞啦。谢谢，我再去问看。谢谢嘞。我看台湾人就是热情呐。他算没办法，完蛋了，没车。没车啊。大哥你好，我是曾子瑜，我们在录饥饿游戏。那个，我想请问一下，你会到新营休息站吗？会经过吗？那你方便载我们两位吗？我陪你在外游，求求你了，我给你跪了，可以吗？可以啊。现在加多少？我帮你跟他讲。不好意思，我们要加油。加油，加满吗？加满，打桶边。需要帮忙吗？哦，整理一下。我看人真好，他知道我们要住，还帮我们整理一下空间，真的是难得今后了。来，吃你们的鸡肉卷呐！谢谢，恭喜！恭喜！用剪的哦，那要剪到一样。对啊。哦，就是哇，很汁哦，哇塞！你那个卷看起来好像好厉害，对啊，外酥内软，好 juicy 哦。我觉得蓝队吃的鸡腿卷，然后跟刚刚竹签饼都蛮厉害的。哎呀，都是曾子瑜啦，没有这个人哦。哎，都是蓝
都是黄哥哥啦，黄哥哥啦，辣菜。哦，好用。哦，哎，我发现有黄哥哥的都输。哎，他出去的两关都输。哎，我两次都对到黄哥哥，哎，对，然后你们都赢啊。对耶，我原本觉得我自己很强，但我听你们家黄姐姐讲完之后，我觉得是我的对手太弱。准备出发，大哥，谢谢。不会。怎么称呼？姓曾。曾，哎，曾国藩的曾。哎，跟我一样哎，同姓哎。曾子玉。对啊，哇，好巧哦。该不会你住家住哪？桃园。哎，我是新竹的耶，我们会不会是远房亲戚啊？我籍贯是新竹。哎，真的假的？那你是什么凤冈那里吗？我是凤冈的。是在那个明星科大后面那边啊，对啊，然后我们那边有一个桥过去就到那个什么南寮渔港啦、啊。我家老家在那。对，我们老家也在那边。太扯了吧？你讲真的假的？真的啊，真的。哇，那搞不好真的是哎。那我等一下，我先把这该录的录完，我等一下打电话跟我妈确认一下。太扯了吧？哎，哥哥打来哎。好。Hello。我坐上车了，他坐上车了，这么快啊？哎，好像是还不错的车哎。对对对，你们，我们是一个货卡啦，货卡，坐货卡。哇塞，好帅，那个货，哇，好帅哦，这个年轻货卡司机，帅耶。哎，那我们会直接去垦丁哦。什么垦丁？哎，你先不要讲，我这扩音，刚刚那个大哥脸有点变了，我怕等一下在路边就被放下来了。不会的，没有啦，开玩笑的，我们是到那个下一个目的地，新营。新营，那我们待会见哈。好，待会见。好的。他帮我准备轮椅哦，我腰有点痛。他腰有点痛。对。好了，保重啊哈。拜。很明显，有没有？我们家那个小孩很乖，他在打电话来报平安，对，但我们都不是很想跟他讲。对，太好了。好，到了。可是我没看到他们的车哎，他们不会真的已经走了吧？大哥，谢谢你啦！不会，真的，我们看明年过年会不会在我们的老家遇到？有可能哦。哎呀，大哥，谢谢啦！谢谢。我们看这边，他到这里去截图。抱一个嘛。好，亲一个，亲你个头啦！谢谢大哥，辛苦了，辛苦。他们在哪里啊？他们不，我觉得我们开很快啊。而且现在尴尬的是，那个大哥已经先走了。如果他们到下，是这台吗？啊，那边。恭喜大家到台湾。恭喜什么？我要游戏 PK 了。要 PK， 然后吃。怎么样？快！你为什么不等我们抽完签再回来？是可以放吗？是啊。想说腰，腰痛了，腰真的蛮痛。那放松，对不起，那当作真怕没电，你们继续。回去就好了。快点回来了，我已经上来了。很痛哎，哎，白云哥，你真的没有白云哥，有白云哥。哦，对，妈妈，来，妈妈，你的胃可能要再去做一下手术了。刚刚我老婆在睡觉的时候做了新把戏，发现很多变，不一样哎，好可爱哦，变黑人头了，变哈林区来的。你有 freestyle 吗？要进行游戏 PK 哈，获胜的家庭可以吃牛角面包。哇 ，Oh my god！好，那我们这一关是要会各抽一位家庭成员，一位就一位。哇，那我干嘛？输了就是直接丢包的。哇，进行哪里 EQ 测试，会带上自己器吗？然后接受对方家庭的发问，所以发问的时候可以尽量问尖锐的来刺激。我们发问吗？对方家庭发问，对方家庭，王家代表。啊！姐姐赢了。我们刚刚说到哥哥，哥哥情绪起伏蛮大哎。对。姐姐的对决。姐姐，今天这一整集是怎样？都你们在玩哎。都我们两个在玩就好了。好，我先。对了，我们这边机器过来。好，来。我们会问有关于王仁甫跟激情的问题。对。没有不能聊的。
讲好不能生气啊。节目效果。你讲好不能生气，你有问题了是？对，我想好了。好，那我要按哦。好，开始了。来，开始了。好，开始。我看到女明星季晴跟别的男人约会，你觉得怎么样？我不认识她呀。啊，你不认识她？你不认识季晴？那看过一篇报道说季晴。王乐福想要生三个小孩，但是一直生不出第三个，就是什么问题？王乐福的问题耶？你觉得呢？应该是王乐福不行了。其实是不是会不会是季晴很想生，但是你生那个人福生不了？是几个？爆掉了！刚刚有爆，爆不射的，直接丢包了吗？爆掉，所以两个一起，如果两个一起爆，是两个都丢啊。那就看你会不会爆。加油啊！那你，那你冷静，你先冷静。这个的原理到底是什么啊？好，你准备好了吗？妈妈还在做功课。好，预备，妈妈在做。东西太多了。冷静，有些不能讲，那就不要问。冷静，预备，先侦测，预备。我跟你讲，我在旁边呢，这样他就很有压力。不要紧，不要紧。开始被追到那边。开始了。请问徐梦哲交过几个女朋友？几个女朋友？徐梦哲是谁？我不认识他。那你交过几个女朋友？我没有交过。那你现在有女朋友吗？我是女生，我没交过女朋友。你现在有女朋友吗？不错，没有交过女朋友。那你交过几个男朋友？不错，我没有交过。忍住。那你觉得曲棍球打得怎么样？倍儿棒。我要往下跳。还要往下跳。是啊，很好，大石头爆炸，结束了，哇，耶耶耶耶！他刚刚讲没有任何情绪，曲棍球讲倍儿棒，还往下掉，哎，他一找这么粗糙的原因。所以没有，我觉得这输的不甘愿。丢包了，牛角面包。姐姐你要回来。我来研究一下，研究一下到底什么状况。麻烦姐姐了。下一站是那个冈山航空。冈山航空刚好问到去冈山航空站上。对，我超难的。你超难的。知道我看着我台北好了，不可能会到了嘛，你们就慢慢聊，好不好？冈山航空站又不是在高速公路，谁会去那里啦？他们早就录完，我才会到吧。好，来妈妈，妈妈剪一下，妈妈。太棒了，就是剪。太一样了，像两大家都平均。哎呦，怎么会啊？这一关对姐姐付出。哎，等一下，这个要掉，对。我要挑边的。边边很好吃，我爱吃边边。那牛奶面包好吃哎。还有它那个牛奶，你看是用发酵奶油的感觉。香味很重，好香。这个就是你光看里面它那个气泡就知道，然后它很蓬，但是它气泡很小，就代表它那个嚼起来会很有嚼劲。要赢了！耶！这个是几帕？大卫？15，也是15。我觉得领先35，35。他们应该这样，我们领先35而已。加早餐啊，加早餐。哇塞，那他如果最后一关40，就等于赢一关就全赢了。对。啊，最后一站不能输哎！对啊，最后一站最重要，但至少最后一站如果输了，至少不会被丢包。我输得好不甘愿哦，这种东西输得好没有，好没有那个心情好差哦。哎呦，这有两个年轻人 ，Hello， 请问一下你们要去哪里？我去台南安平。台南安平没有到高雄哦。没有。好 ，OK， 谢谢你们。OK， 拜拜。拜。先你好，请问你要去哪边？你要去？我要在新营。新营而已哦。对。啊，好，蛮新营，我要到高雄，谢谢你。谢谢。到新营而已。哎，大哥你好。你好，什么事？我可以请教你一下吗？你要往南下吗？是啊，南下。南下。那，是这样哦，因为我要去那个冈山航空馆，知道在哪里吗？我知道，你知道？那你要去，你是要去，会去哪里？你是会经过吗？还是可会经过？会经过？对，我是附近。你住附近？我要去附近，不住附近。哦，不是，哦，你要去附近哦，所以可以顺路带我去吗？对。太感谢你了，不客气。谢谢。那你要好像认识你，你认识我吗？哎，啊，真的。
见过，见过。啊，对对对对对，我觉得我也赶时间啊。好，那我们就赶快上车。好，谢谢，走。大哥没事哈，我只是那个在试验他们刚给我用的游戏。好，我跟大哥，你忙你的。好，谢谢。快出换气，好紧张，没反应。那东西啊！到超难度，难度到底。我们要飞到哪里啊？我告诉你，厉害厉害！我跟你讲，我的美色真的是，我跟你讲，倾国倾城。他只是顺路，没有，他本身就喜欢你这种调调。我们来到不得了的地方。哦，哎，等一下，一路从北部到最南部，这个好厉害哦！而且他这里有好多的那个飞机都掉在空中，就觉得他们都是真正的飞机，是吗？退役的。关主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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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主你好，是不是？关主怎么称呼？我是蒋中和蒋教官，你也可以叫我蒋老爷。蒋教官，蒋教官，你就是开飞机的？是。所以这些飞机你都有开过吗？部分是有飞过。哇！所以在这个停机的舱里面，是所有的飞机都是真正飞机退役下来的？几乎都是退役，但是只有三架，实在是找不到。那我们请刀手专家打造出来一比复刻版，对，所以这个地方其实有好多，你看到包括飞机，我们一般看到现在飞机陈列都在地上，这里的飞机陈列是在空中哎，我们这是亚洲唯一哦，悬吊式的，唯一哦，哎，上面悬吊的飞机大概有19架，哇，好，那我们来到这个地方哦，刚刚看到这么棒的这个飞机，前面这美食一直阵阵有个香味飘过来哦，这味道好熟悉，这我们刚讲冈山三宝，对，这个就是其中的一宝，羊肉炉 ，My God。面线，来到这里没有吃羊肉炉实在是太可惜。羊肉炉啦，羊肉米粉啦，葱爆羊肉，对，当归羊肉，这个都是冈山非常非常有名的。来冈山一定要享用三宝之一。哎呦，好，谢谢蒋教官，谢谢蒋教官，谢谢。那我们现在到这个景点。我们可以自由时间嘛，对不对？没有了，天黑了，还没有自由时间，还是要买纪念品，还有行程，现在要进行游戏，然后在游戏之前要跟你们讲一件事情，是，其实你们两家人的关系真的有点扑朔迷离，曲折离奇，怎么？你们皇家的成员有一个其实是蓝家的成员，蓝家的成员也有一个是皇家的成员。又有间谍，关系复杂的两家，究竟是不是整天下来真的有间谍藏在敌营，还是还有更惊人的内幕呢？而这关究竟要玩啥？扑朔迷离的内容，广告后一并揭晓。你们皇家的成员有一个其实是蓝家的成员，蓝家的成员也有一个是皇家的成员，又有伴。又有间谍，放错小孩吗？所以你们两家必须分别合力把真正的成员找到，哇，还算是大团圆。你不怕吗？你们看长相，难不成是我们的啦？那一看就知道我一定是蓝家的啊。那请问吗？请问一下，这个身世之谜，他本人是知道的吗？不知道，他也不知道。现在两家庭要进行，你的家人不是你的家人，寻亲赛。找到真正成员的家庭获胜，所以你们要去收集线索，找出走失的家人。对，牌子拿越多，线索就越多。有趣哦，这个有趣，有趣，有趣。所以其实我们要自己讨论。对，我们要讨论出来。我说蓝太太啊，我们已经认识了几十年了。是啊，搞了老半天才知道我们有其中有一个人是对方家人。没有错，不是抱错小孩，不然就睡错床啊。怪我那关黑酱，你喝我们几杯？会不会到时候发现就是他才是你老婆？
好可怕！那这样如果我猜错怎么办？好，猜错全家就淘汰。哇、哦，游、啊、戏就结束了。哎，游戏就结束了。所以你猜错都不行，所以你要很有把握，要不然把握才能。要不然我就问五次就结束了、啊。优胜的家庭可以分食这一个羊肉炉、哎，整锅，整锅吃完就饱了。不是，就是各自发一个碗，然后装满。你怎么这么小气啊你啊！我气到了。小心！别加法菜好不好？因为增加35%而已，所以不可能是整锅了。增加三十五，有可能我们有机会哦。那增加35%的话是，如果他们赢了的话，现在蓝家是30%。皇家是65%，那就会变平手，平手。但是冠军只会有一个，说是两家平手的话，必须 PK 一个游戏，产生出冠军家庭。好，来，来了。你的家人不是你的家人，加油！限时15分钟，计时开始。三代开始掌握什么？我要去最远的地方，越远的地方越有可能。糟糕，我又面临到我最弱的关卡。哇，找到，而且还是蓝色的。是蓝色的。蓝家寻找的家人参加过外景节目。啊，每一个都参加过外景节目，我还怪我们在干什么？哎，我看到，黄色的。这么容易发现？妹妹任务。甩书包内文具到指定区域即可获得线索。指定区域是哪里啊？看到一个黄的黄队的盒子。线索：黄家寻找的家人拍过信讯。我看到了。哪里？你们都看到了？我好废哦。是啊，的确，而且我腰还不、看到了啦。荷兰家爸爸，哥哥任务，这是我的任务哦。哎，找到了。好，爸爸任务：从胯下丢掷飞机，进指定区域即可获得线索。这是爸爸的，快找爸爸。先找爸爸，爸爸，这里好多飞机哦。哎，啊，这是黄色的耶，不是。哎，我看到一个在椅子这里，蓝色的。抱妹妹绕行地面展区3圈后，起立蹲下即可获得。那我要去叫妹妹啊，我去找你妹来抱。我好喜欢这个任务。妹妹。还有个老大嘴脸，妹妹啊！发生什么事了？哎呦，我这个大女儿我真的受不了她，我叫鬼叫的。姐姐找到了吗？妹妹，我需要你，快点，我们下楼。院长，我找到的是要抱着你，然后绕着直升机3圈。有东西吗？没有。我觉得今天最累的就是人。与皇家哥哥合作造飞机带动唱，即可获得线索。哥哥，这里刚好在这里，走吧。啊？我要皇家的。皇家哥哥是谁？等一下，我怎么一直想不起来是皇家哥哥是哪一位？就是你不知道啊？那你不知道吗？我名字，他以为我名字有问题。对啊。啊，是这个啦，子瑜啦，哎呀。哥哥，哎，快！我也有线索，了。爸爸，你的任务。我的任务？你们有没有线索？好，我们的任务。你们也太多任务了吧？对，然后爸爸你的。好，皇家我们要寻找的家人，他拍过戏剧。我们先厘清一下，贝达你也拍过。蓝爸爸有没有拍过戏？蓝爸爸是老哦，刘璇，对，你们交情那么多年了，对呀，还当机，对呀，没看到人，我就连接不起来。你有拍过戏吗？有，
那就全中啦、啊！天哪，这样子他们蓝家的处理，那就全中啦、啊！讲一个拍戏，然后大家都没印象，那这个先给你，因为然后你的任务是什么？我要去找他唱歌了。与蓝爸爸合作唱歌会带动唱，我要怎么那就不会唱了。其他的没事，赶快找线索，然后线索集中。我看起来不像在找线索吗？动不动就要跟爸爸吵架，放哪里？哪一个？哪一个？1023。啊，1023，哦，三圈哦，三圈还要骑蹲下三圈啊！我的妈，你呢？就算是妹妹，她也觉得很恐怖哎。来，抱也可以了。啊，这，哎呦，你好轻哦，可以来。加油！辛苦了，辛苦姐姐。啊啊！你就不要上了，已经有点累了，已经有点累了。不是。我讲个笑话给你听，会不会听？不是，加油！我要顾及你的面子，我也不能够表现很重的感觉，因为你 OK 的，可以停下，可以休息哦。安全，安全，啊，可以换人吗？你要抱他是不是？我抱得动吗？你抱不动我啦！我可以用背的背他吗？对，好，好来，1、2、3，我撑着，我撑着。好，来，我尽量绕小圈一点。我觉得你很辛苦，你有没有手过？我觉得今天这个旅行团，我好累哦。怎么都是体力？怎么全部都是我在累啊？今天是整人游戏吗？我手好酸。啊！你要继续吗？我要休息。现在这一条线，然后你的书包里面有东西，好，我们就想办法把书包里面东西甩超过那一条线，不要。我要这样甩，是不是？然后有一个东西超过，就过关，你可以得到线索。被甩的是太多了吧？那怎么办？捡回来。捡回来再来。好。谢谢。耶！过关。线索是皇家寻找的家人，不是蓝家哥哥，不是蓝家哥，所以我要赶快出去跟他们讲这件事。我跟你说，我不要给你增加重量。那你可以再拖。对，我拖。还可以。手机不要了。手机对。鞋子穿上。还有多余的吗？没有了。没有多余的，就只有这样。瘦了。就是这种。最后一圈，最后一圈。加油。要加，不然重。有没有更轻了呢？哎、欸，其实你不算重啊，你很轻，42而已哦。没有，45啦，原本吃饱之后47。你看，我今天都没有吃东西。你真的都没有吃？我只有吃一块小的饼。快第三圈，然后体力蹲下几次？三次。三次，你要休息一下再多吗？需要。好嘞。这哪个姐姐可以做到啊？我是里面最轻的了。我蹲举可以哦，来，来走，好，一、二、二、三，可以了，太棒了。好了，姐姐，你的线索哈，蓝家寻找的家人很会唱歌，很会唱歌。刚才我们的人到底有没有找到？蓝家寻找的家人身高在160以上。啊！不是我们爸爸，是不是脑袋有问题啊？我们家寻找的家人不是？哦，这感觉是一个很重大的线索了。我是春天出生的。我先去给哥哥。哦不不，给姐姐。姐，有一个线索，有一个是什么？我的不是，皇家寻找的家人不是春天出生的。等一下，现在台湾季节那么乱，台湾就……你不要走，你要我要找线索吗？我要线索，你要跟我一起下楼啦。好，起点是红线，是飞机是左手边的那些飞机啊，应该从胯下过。先丢一个看看。飞不起来啊。
我有机会了，我有机会了。有抓到一点感觉。老妈妈，虽然我很尊敬你，但是我不能告诉你。好，我们要找的家人不是蓝家哥哥，不是蓝家哥哥，不是哥哥，对，不是这个女人。怎么问他？问他们出生了？先告诉他。那我先去找那个蓝妈妈。好。过过哦！皇家寻找的家人有经营副业，有经营副业，头好晕哦。碰到那个这边这边，然后站在四位总统的前面。哦，有肚子的带动唱，所以就动作啊。造飞机，造飞机，来到金草地，蹲下去，蹲下去，我做推进器。蹲下去，蹲下去，我坐飞机，弯着腰，弯着腰，飞机坐得起，飞上去，飞上去，飞到白云里。我们两个，这个是不是刚刚才改的？就是我腰不好，一直叫我蹲。我们两个好五音不全。连耳朵都不会响。这是另外的风格，我会我的线索。寻找的家人发过个人单曲，发过个人单曲。蓝家寻找的家人是偶像团体成员。好，这个就很明显。哎，可是这样也没有很明显，因为齐慧姐跟鞋子哥还有孟哲哥。那我知道，我要先去找姐姐汇合，因为姐姐应该还有很多东西。这里还有什么？感觉没有啊，这里。哎，有有有。姐姐的任务，抱妹妹绕行地面展区三圈，妹妹，辛苦你，哎，不对，是辛苦我了，但委屈你了，要让我抱一下。但是，天哪，蓝太太，哎，怎么啦？哎，不好意思哈，你讲，你记得好几年前的时候，哎，然后我有说要给你做寿啦，做寿，哎。对啊，啊，我有想说，是不是你的寿快到了？我跟你讲，哎，他从头到尾一直黏着我，绝对有鬼。我跟你讲，从来黄太太跟我哪有这么好的，突然跟我那么好，哎，你说你会不会？我跟你讲，有诈，这叫有诈。不是，不能聊天吗？不，可以聊天嘛。对，好，算了。但是我觉得你有诈。我是不是很烂，对不对？我是不是很不会问，对不对？还是因为凡哥太聪，不，那个蓝妈妈太聪明了。哎，他们到底有没有进来过了啦？用书包内文具指定区域。这是妹妹的任务，去找妹妹，让她。哦，妹妹的。做她自己的任务，她就可以得到钱。OK， 妹妹，妹妹。妈妈。这个给你。甩书包内文具自己用区域即可获得线索。大姐姐，大姐姐来，这线索。哎呦，什么线索？160以上。那现在我们找到我的线索是很会唱歌的人，鞋子跟齐慧两个有发过片。哎，不是，其实哎，爸爸妈妈也算在内吗？对，也算在内啊，算内啊，所以他们两个都超过160以上，所以这个线索不成立。应该就是要找齐慧跟。齐慧跟鞋子两个人其中一个。哎，你确定不是哥哥哈？对。那许梦泽嘞？许梦泽，你先进去。许梦泽，卖唱啦！我需要你呀、啊，快点啊！要来了。两圈。我两圈了，姐，这一圈，姐，我没有完成了。
姐姐，快点，爸爸有事找你，你很重要，你快点啊！爸爸把你养那么壮，就是这个时候要运用到啊！耶，伟登！快去！啊！一、二、三、哦！辛苦你了，姐姐，快上来，快点！哎，你是要不要死？要不要给人？要不要有活啊？要不要给人呼吸的机会？好，感谢你，可以献血。皇家寻找的家人可以捐血救你。捐血救我？红血所以我是 O 型，但我 O 型还 A 型啊。啊？你像那你要打电话问你好好好吗？哎，我看到，看到一个盒子在这里面，是蓝还是黄的？蓝的。用微醺三击。妈妈，嘿，妈妈，你的任务。好，我的任务，来，在这里。你要用你的微醺去三击到指定区域就可以有线索，快去。一、二、三。再一次，好。等一下，一、二、三，可以了。过关。Yes。你的提示是。蓝家寻找的家人年纪比你大。哎，这里。哎，有蓝色的，我帮你看。蓝家寻找的家人不是 B 型。A B， 那就是 A B A 跟 O。对。蓝姐姐，快点过来！好喘啊！哇，你有得到什么新线索吗？就是那个不是 B 型，身高160公分以上。对。然后很会唱歌。我这边是除了外景节目以外，我刚刚得到一个，他是偶像团体出来的。啊，那就是齐慧跟写是其中一个，因为他们两个都偶像团，一个 Fall in Love， 一个566。孟哲哥呢？孟哲哥不是很会唱，孟哲哥他是属于被偏向会 rap。rap 也是算一种，对啊 ，rap 算唱歌吗？也算啊。如果 rap 也算唱歌的话，那就孟哲也是算在里面其中一个。这样就是他们三个，可是还是没有突出人选。对啊，你这边已经得到很多线索了。对，我们现在来做一下整合，因为呢，我这边知道的是，我们要找的那个小孩呢，他拍过戏，对，他有经营副业。哪家哥哥先没了？哪家哥哥确定没了？好，对，然后。皇家寻找的家人不是春天出生的，所以他的生日应该不是在3到6，还是3、4、5，差不多啦，差不多3、4、5那个时候不是春天。好，还有拍过戏吗？拍过戏的。对。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刚完成的任务。好，新线索。新线索是，我忘了。就是新线索是真的假的？是你的血型。哦，他可以捐血给我，然后我是一样，我是 A 型。靠，这个没有方向。这个搞不好比较好。他有发过个人单曲。等一下哦，哥哥先排除掉了，哥哥是费丹尼，刘璇没有。确定吗？刘璇，对方爸爸没有，蓝爸爸，爸爸没有，蓝爸爸没有，妈妈好像有，妈妈有发单曲。确定有吗？对，对对，他应该 DJ 知道，妈妈有单曲。好，然后。蓝姐春天出生的，她是8月生的，她春天就不是春天啊。没有，姐姐是专辑吧？姐姐没有单曲。姐姐没有单曲，姐姐只姐姐都是姐姐 postman 5566，她中间没有个人单曲。没有。妈妈有发单曲，就是尾牙。有谁知道白云哥谁是几月生？不是，我刚刚要套他话，套不出来。然后有经营过副业，有经营过副业。殡葬业啊。好，三到这边。过线。哦，过线就好了。对。好。往后有了。抓到了哈，抓到感觉了。好，过线。好。线索是蓝家寻找的家人跟你相同性别。跟我是本身所以是女生。妈妈是贵的性别。好。好，那个你的线索我们知道了，称谓跟我一样，就是女生就对了。那很简单，然后就是不是鞋子就是他妈妈，他一定是妈妈很会唱歌，对。可是我的线索是对方的年纪比我还小，大啊，对，对方的年纪比我还大，那就是那个谁，那个
对方的黄妈妈，就是我们十三多年的。对对对对，哎，所有人召集吧，走吧。答案是什么？答案是什么？答案是什么？哎，讨论一下。对方是女生。我的线索是，她很会唱歌。我的线索是，她是偶像团体出来的，还有她曾经参加过外景节目。我的是年纪比我大。那就是偶像团体。那这个，如果你说弗瑞勒，对，她年纪比你大。对。然后她的偶像团体，她160公分，她参加过外景节目。很会唱歌。这个没有用，这谁知道她什么形象？然后你知道是女生。对。对，女的啊。对呀，弗瑞勒。没有啊，可是许梦哲也是女的啊，她是姐姐，所以现在不是梦哲哥就是那这样没有确定呢。梦哲是几？梦哲74，她比我大。1985，她比我大，两个都比我大。我觉得是姐姐的几率比较大，因为我知道那个姐姐应该不是 B 型。那所以他会出这个代表你寻找家人，他是另外一个怀疑的人，有可能是 B 型。那我不知道黄妈妈是不是 B 型，搞不好黄妈妈是 B 型，他们才会出这个词。有可能。那我们投票上，我觉得可能呢。如果是妈妈跟姐姐，我会选姐姐。有人在台姐姐，好，姐姐，你呢？好，选姐姐。好，我们要下班喽。啊，三票姐姐了。好，姐姐，我们觉得姐姐是。蓝家的人，恭喜！哎，究竟黄姐姐是不是蓝家真正的家人？而他们能否答对，与黄家指数打成平手，有机会拿到加菜金呢？啊，三票姐姐了，好，姐姐，我们觉得姐姐是蓝家的人，恭喜！找错了，妈妈。你们他们答错了，错了，你们错了，哎，你们其实不用这么的在那边在意，因为你们就算答对跟答错都一样，你们都赢，好啊，所以你们就赶快吧。好，我跟你讲，我们有一个，因为到我们很饿，反正我们现在已经赢了，然后其实我们刚推算出来有一个答案，就直接讲了。我觉得我们家的体系骨肉就是蓝妈妈，不可能。怎么会不可能？怎么？哎，你换问电汉照，你要不要看看大家的外形跟你的外形？真的有可能哎，是真的。好，是蓝妈妈，蓝妈妈，应该对了。恭喜，找到了。玩家，懂玩，真正情人是妈妈，妈妈对不对？妈妈是什么？香蜜。等一下，你过来，我们觉得好像比较合哎。这个，我们这个就像一家人了。就是个老外出来，难怪你们今天整天录影下来，看到有种亲切感，对不对？就是讲原来如此，如此啊，如此啊，对呀，本来就是。好了，恭喜黄团员了，恭喜啊！来，我们先用了，我们看不行吗？小心烫，用那个很。现在我都不觉得饿了，现在我只开心，开心，我终于找到对的妈妈了。对，我们在想说，谁的妈妈不一样？好吧，那既然这样子。既然你们舀汤正跟吃牛肉锅的同时呢，我们来问羊肉锅的同时，我们来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大家呢知道到底蓝家真正的妈妈是谁的话，只要私讯给我们的小编，你就有机会获得精美的奖品。OK 啊，所以你要猜猜看啊，有看节目就会知道了。蓝家真正的妈妈，蓝家真正的妈妈，蓝妈妈。哦，冈山羊肉实在不用多说了，对，强了。冈山羊肉的汤也什么也都强，好好喝，都好肉。这块很好，这块哦，好棒，哦，又沾那个寿星，哦，好了，所以呢，听说今天要讲那个加菜金，加菜金啊，好，加菜金，耶，领一下，谢谢，恭喜你们了啊，谢谢，10000块钱加菜金。
剪头发，我这个头发好白。买护发霜啦。我跟你讲，其实今天一整天下来，无论怎么样，我们两家的感情都是和乐的。对，我们要怪的是这个旅行社，因为这个旅行社，我当初啊，当初我们妈妈蓝妈妈为什么找到这个旅行社？她其实是在公车的背后啊，看到一个猴子这样子，有没有？她就报名了那家旅行社，对，然后她就来帮我们的身世之谜，一路抓猴到高雄，抓猴到现在，对对对，现在的俩高了，对对对，不管怎样，两家团圆呐，耶，好了，好，我们也拿到奖金了啦，哈，天谷大家，谢谢，谢谢，回家了，回家了，哎，走了，拜拜了，哈，下礼拜见啦。